文化的中国。中国的音乐除了戏曲音乐以外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敲锣打鼓，充满热闹喜庆的节庆音乐。提到节庆音乐，中国的农历过年就快到了呢。这是我一整年里最期待的节日，有吃不完的糖果，还拿不完的红包呢。那我们赶快来欣赏由六年中班带来的《欢乐中国年》和《唐伯虎》所组成的中国节庆组曲以及庙会。